对，最美丽的牌是我手上这一张。想要跟他拍一支 A 片，啊，一支 A 级的其他的片，最近流量非常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在那个新北工商展览中心哦，就是 TRE 成人展，非常非常多人。然后今天也会有专访旅游的部分，然后跟他一些拍一些有趣的小短片。大家好，我先拍。平常有看过魔术吗？啊，我手上呢有四张 Q， 四张 Q 代表着四张皇后。那温牌觉得哪一张牌是最美丽的呢？哈都。爱心 Q， 他觉得爱心 Q 是最美丽的。我来看一下，对，最美丽的牌是我手上这一张，是他本人啦，你才是最美丽的啦。哎，这个是 Magic。人山人海，超出人的意思。那你要找谁？我本来想找安心，可他现在正在工作。看，但没有他的日程表，我都有看了。手拉左边的丝巾，然后我帮你拉右边的丝巾，然后我数到三的时候一起往左右拉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哇塞 ，Oh my god， 太震撼了，直接拉出来。开拍了吗？还没，还要半小。还要半小是不是？那我就先维持这个姿势。喂，欢迎收看。约会 channel， 你的频道这是要改名就对了。没有，还是魔术 channel， 今天也会变魔术，但是今天也会约会。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呢，有些人会私下跟我分享一些约跑步的经验，好健康啊，大家懂了吧？所以呢，我就问他们，哎，那你们用什么软体约这样子？然后他们就介绍这个给我。他们都是讲朋友说的，都是自己的经验。有一个软体叫约吗？很直接。对 ，Umi 这样，在 Apple Store 上就可以下载得到。哎呦，你拍那么多，我都要上马赛克了。这游戏还不错啊。对啊，今天就要实测，在上面约跑步看看。它的这个 App 呢，有个特别功能，主打私密照。你最爱看的。有看到这个火焰吗？有稍微看得到。点进去。哎呦。哎呀。各种火辣照片。我的，哎呦，这个是你爱的，这个是至少爱看海沟哎，我以为你要讲海沟，怎么会有 Discovery 海沟的照片呢？哎，都女生是因为我是男生，对不对？你想看男生对不对？那你注册的时候你要注册成女生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就约个女生出来，然后顺便可以访问她说，哎，那男生是不是男生的私密照？是就这种腹肌啊、胸肌啊，我的一些二头肌啊。他是好单薄。可恶！但你要初次约跑 ，Let's go！ 那我们就试着来约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的，不负众望，我约到了。Hello， 你好。今天有点小下雨，最近有台风，于是就直接去我家看猫。我家的猫会偷拿东西，不会翻跟斗。好，我还有答应了。Let's go！ 嗨，欢迎来到我家。猫在哪里？猫在哪里？猫在啊，猫在这里。这边是一个金币，帮我放在这个地方。对，放在这个地方。哪里来的？是猫猫。这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你知道猫在哪里？这里。谢谢。好的，
重点是呢，今天很开心呢，就是愿意跟我拍片，那我可以就是简单访问你一下吗？好啊。那个交友软体啊，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特别的经验？照片跟本人不一样什么？照片跟本人不一样，哇靠，怎么样？那当时的情况是发生？他可能就是拿10年前的照片来用交友软体。10年前，所以其实还算是本人嘛，就是，例如说，他就变得很老态啊，或者是就是穿着很邋遢，头发很浓密之类的。所以最好是怎么样确认？你现在都要怎么确认？视讯。哦，视讯。对，我觉得视讯是最直接的。或是拍影片的，拍影片。他录一段影片传给你，影片比较多的应该是让他拍局部吧。会有人拍局部的做什么？还蛮多的啊，他就觉得说可能颜值不够，就用其他地方来搭这样。所以你就瞬间变成一个泌尿科医生，月鸟无数，月鸟无数。可是上面也是会有一些正常的吧？也是有，就像这个，就是他看起来蛮纯情的哦，那个，然后他讲话就蛮正常的。你讲话也是蛮正常的。Okay, 因为我要拍片，没办法。如果没有拍片，我就传影片给你。哦，没有拍。而且我看你的档案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私密照功能，你运用的淋漓尽致，就是很辣哎。Oh my god！ 自己看自己很害羞。会约出来吗？除了那个照片以外，很少，因为我比较慢熟一点。要多聊天。对，很看感觉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生？看起来干净。好干净的，对，然后最好是搞不帅，每个女生都把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其实后来他们都会看个性，真的，其实个性才是相处最重要的。好的，不瞒你说呢，其实我是一位魔术师，像刚刚那个猫猫手一样，神出鬼没。那我现在要变魔术给你看，扑克牌的魔术。好，有看过扑克牌的魔术吗？很多的。你居然平常有在看魔术？有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可以互动。哦，互动型的。对对对。今天这个魔术呢，是一个国王皇后的魔术。你是皇后，嗯，我是国王，嗯，开心一点吗？那是你的。国王，黑桃 K。国王皇后，各国各的。然后，喂喂，我要面对面，我面对面这样拥抱，有一种小亲亲的这样的感觉。嗯。面对面这样子放在一起 ，OK。然后你帮我这样吹一口气，啊，感受到了。粘在一起，哇！牵手了啦！为什么？牵手在一起了啦，国王皇后。那我们可以亲亲吗？你觉得刚刚那个魔术怎么样？还蛮精彩的，但稍微有点冷。哎呀！那势必要拿出一些杀手锏了，各位。这个魔术呢，我在我频道从来没有表演过，可以，完全是为了你。不过它的尺度有一点大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来吧。可能尺度跟你的私密照的尺度差不多。两条丝巾，中间绑在一起。哦，中间这个结的部分呢，你把它塞在你的胸口这个地方。这边。对对对。后里面。没问题。哇。很深才会说够里面吗？这种问题。OK OK， 然后等一下你左手拉左边的丝巾，然后我帮你拉右边的丝巾，然后我数到三的时候一起往左右拉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哇塞 ！Oh my god！ 太震撼了，直接拉出来。你喜欢红色的内衣？有啊，我有一套。在上面就是长这样，没错，在你私密照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是穿这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看了这个才变这个魔术，所以我就吓到。你平常喜欢穿很鲜艳的颜色吗？要看心情。那你觉得男生会比较喜欢看什么内衣？应该是那种若隐若现的吧，跟发饰像这种的，哦，就是好像能够看到又有点遮蔽物这样。哦，性感的那种。嗯，那你觉得这个魔术？有，这比刚刚那个好多了。好多了吗？喜欢这种的，喜欢这种的，喜欢。那问你的 size 是 H。那我今天这件内衣是不是买太小？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跑起来，跑起来。终于这样可以了吗？动作好累啊，大一点，动作大一点。水母啦，你该不会喜欢水母吧？很可爱耶。这是海月水母，那你会想养水母吗？我先养自己。感觉很贵。那么我开始手机了。认真吗？啊，干你老师！啊
给我剪进去。冰屁、啊！欢迎收看魔术同乐会。他改名字、啊？不是，会客室啊，魔术会客室。今天我的来宾，大家众所期待的 Sandy， 相信大家都不对他不陌生。我之前很多影片呢，担任在后面的一个角色，